蔡思贝呢日出席环保活动，佢话平时自己喺屋企都好环保噶。我平时自己都好注重环保，即系譬如喺屋企啦，我都会少开冷气，同埋开窗开窗帘，就尽量用晒啲自然光啊、自然风啊咁样咯。同埋我会俾个即系呢个系少少我自己 keep fit 嘅 tips， 就系平时唔开冷气咧，就可以悭电环保之余咧，仲可以流好多汗同排毒咯。所以其实平时出外景咧，啲人咧吹风扇咧，我都唔吹噶，因为我惯咗唔开冷气嗰种感觉咯。绯闻男友余德成生日嗰阵，又有绯闻女友周秀娜一齐庆祝，蔡思贝有冇呷醋啊？咁佢生日好多朋友同佢庆祝，咁我觉得好开心嘅，都好正常嘅。之前都话约嘅，但系约极都大家冇时间，我又就唔到我剧组嘅通告，佢又就唔到佢综艺节目嗰边嘅通告，咁约唔到咯。再睇下点啦。